好的，我没有开声，静音版的。观众居然都没跟我讲，太可爱了吧？不是，我刚刚他们可能想说，平常那个声音都很小声。其实平常就没开了，有没有？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没开很久了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很好。或者说明他们想说，哇，好用心哦，有没有在那边喷很吵？哦，哎、欸，是我。Yeah， 我可以出去玩了。那我呢？小雨，哇，我交接给你耶，哇，哎、欸，小雨要死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位置在哪？他在哪？弟弟吗？弟弟吗？有人看到他吗？他在开始补血了。弟弟啦，他们都在弟弟啦。所以他刚刚就残血。他刚刚是怎么了？他是没有回满的意思吗？有，我们有发光可以用吗？哦，我现在没有。有，是不是有个屋？哦，没事。打维特人啊！救命啊！我有，我发了。好好，你发。在底下还是在上面？底下那一群。哦，三四个人在一起。对，不是上面的，不是上面那个。所以他们家有一个，那先上打他们家那个啊。好可怜。不会，那看起来有点像是酱油。啊，是露米拿棋子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他想炸，他想把他们自己家给炸了。好，露米，你这样对吗？有第二个间谍吗？哪里？他没力量了，有钱了。有了！发大财！啊哈！那是你的家，露米。他可能手上只有手榴弹的反击的工具吧？对。底下好像有一点看到，有看到小雨。只是进去他们家里换炸弹，换炸弹。哎，露米，冲击火焰，不是哎、欸。我在他们家，我也是，走，露米开始在补了，他们都在地底下，四个人在地下，对，国王好派，哎，五个都在地下，了他们有四个，然后把露米打残血，最坏的一件事情，那个繁星也没有奶奶哦，没关系，我给你看的，哎呦，哇哦，我要直接挖那个地下看看啊，我走下来了。啊，你走下去了，可是有发光，你有发光，我知道啊，我也是有发光。喂，小雨，哎，小心，呼吸一下，小雨，哇，你那里超多人哎、欸，被手榴弹炸死了，好用，巧克力，哎、欸，结婚，两个国王结婚了，两个国王结婚。小雨，完成他会很难炸哦。政治婚姻，政治联姻啊！他好像在打字。他不爱，爱心裂开了，难怪，难怪开打，直接炸爆他！哦，巧克力裂灰。没关系，我有那个瞬移。好，有，干掉，有拿到吗？可是好像我还拿不到，被一直打。拿到！哇，这里往这走。往这走。不爱我，拿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跑！别打！哇，我得不到你的爱，但我可以得到你的包子。哇，好可怕！这个好可怕哎、欸！恐怖情人。我不是，我一定是个好情人。我的天啊！而且刚刚是没有装备，直接打过去，吓死啊！哎、欸，我水中呼吸山。护旗翻，水中护旗翻，还有那个吗？有那个吗？我给你一般帽吗？我叠一下。哦，欸、我要清水星就好。旁边，不是深海漫游吗？超快。我在那边，不要坏，旧事重演。哎呀，你要给这来，给你帽子。哇，可以呼吸啦！哎、欸，还是水中呼吸、欸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、啊啊啊欸，我是清水性，我要去丢了。
负。其实我刚刚早就有一顶那个水中呼吸，然后我不然把它丢到附魔台上面。哇哇！你不说我们不会知道。没有，因为观众发现了。对，都要承认。那你都看到了，真的是存蛋了。有啦。一开始样样真的是存对，我蛋了，反正觉得他就是存蛋的，不想投他。那你要让他表演出来啊！哎、欸，我有强势火焰，有人要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个实在是太强了。谁要拿？谁要拿？拿我拿我拿，在后面。哦，我的2600领先，轻松玩。怎么了？你要水中呼吸吗？我要。好。尽情的呼吸。等，哦。有的在后面，在后面。还好，就去玩他们的鸟鸟了。好哦，可以，尽量玩，尽量玩。三个剑子好贵哦！啊，这个给你付了，半的钱也只有28。行，可以给你好了。今天光买一把弓吗？哎，弓我刚丢出去啦。你也一起丢给我了。对啊，我来赌一赌。我是装备赏金，燕子归零。分数又靠，经验值又归零，他们负260他们，50颗哦 ，TNT 可以多一颗哦，你点天赋 哦，怎么会多一颗？没有，以手榴弹跟 TNT 这样子来算的话 ，TNT 同样价钱会多一颗。对对对，TNT 就是比较划算，可是它炸的方法就是辛苦一点。哦，深海漫游有人要吗？好。我要去挖他们下面了。哇，拜托，三个附魔了。哦，你要把他们下面给挖掉了。对，挖干净一点。挖干净一点。挖的干干净净。好。哇哦。吃干抹净。哇。OK 哦。想想就很兴奋。哇哦。哦不。算了。我要回家了。都换好了。上路了，又遇到奸商了。你在炸老鹰，在。哎呀，中间我在准备挖了。咚！他们这老鹰真的是好难炸。行，刚刚。那我去狩猎国王。好。哇！我要拜拜！不能死了，不能死了，不能死了。别杀！哎呦，瞧，这就是一个不想政治婚姻，只想要自己跟自己的喜爱多对呀，对。哎，下面的被挖走了。哎，我想一下，他们挖了。这炸弹是谁丢的？哪里口令？不是我。哎，有人在乱丢炸弹啊！哪里？不知道哪边来的啊？那个杰克啦，杰瑞吧？杰瑞，杰克今天 pass。酱油是谁的？是不是你挖的？看一下，乔米那个脸有点像杰克。哎，是怎么了？你鞋子有附吗？鞋子就弱弱的。我有个宝石深海漫游衫。好哎、欸，等你回来啊。行。等一下，我要准备一条回家的路，不然我等下被困在这里。回不去啊、哇，他们水下玻璃完全没在防御，放弃了吗？很少支援。你有几颗炸弹？快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哎呦，各种杀啦！哎呦，家里有炸弹！哎，家里有炸弹！你小心！我看到了！我的父母东家还想走？没关系，要给你钱，小云钱没关系。我先把这边点。小光！哇，顺移了！看一下，他在哪里？你在哪打他？还有发光吗？还是没有？动打死他，飞走了。有没有人可以有发光？我有了。哎呦，看一下。哎，他们加了四个啦！啊，是不是在老鹰上面？老鹰！我们老鹰，对，我们家老鹰上。而且他没有录回来。他举盾。你要怎么有办法上去吗？就没来，我直接叠，开始叠。哎呦！你先小心一点。哎呦！没事。
那我在下面堵他好了。好、哦。小雨啊！好了，是小燕挖的。然后直接跳下去了。啊！我还没游到。啊啊！黑掉了。中间。啊！团团。你好臭哦！是那个吗？小雨别跑！完了，好像有点追不太到。是那个吗？看不到了啦！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还想跑，他还想跑。无敌的声音，无敌的声音，要跑回家了。等一下，打下来，打下来。我在，你们两个打他，我打后面。喂，哦，碎碎碎碎碎，宝石在下面。你们可以捡到，你们可以捡。我捡到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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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OK 的 ，OK 的。我捡到一些伤害剑，阿基好凶悍啊！感谢，我装备不好了，当然去打一波啊！喂，走开，走开！除了那些以外都保护四了。哦，你看我的装备，你就自己穿啊！真的，负重辛苦，自己来。等一下，我在中间快要数了。谁谁谁谁打你？谁？没有没有人，那棒了！我刚看到雨月在旁边，雨月有问题。我刚不小心。刀子碰到他一下，欸、嘿，呜、哦，还想炸？云月先别走，干嘛？有没有食物？我没有，我从老一张跳下来，我没有，别炸我，我先沉一下。你要食物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哦，你来，来什么？我给我一个就好。别饿着啊，洋洋。这很高级的吗？可以啊，感谢感谢你的深海漫游、啊。已经跑掉，跑掉，跑掉了。OK， 天珠、欸、你是炸弹狂人呢、欸哦？对，我要给你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等一下，先换鞋子。好、啊，我的城墙，超烂的。哎，我的城墙，城墙爆了，看来城墙已经爆了。你打我们的城墙，城墙，你为什么要破坏城墙？而且我们大家都没捏捏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捏捏不需要了。学乖了，不会生孩子不需要了。你攻啥？就对对对对对对，男生是真的不需要了，感觉你。男生的确不需要吧？对啊，男生需要吗？可是你都没有那个、欸、都碰不到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很大、啊，对吧？最不需要的结果最大。好怪哦、喔！他记得胸肌很大啊，胸肌很大，胸肌胸肌。露，你在看什么？嘿，哎、欸，哈基又要。打你的墙！哇，你在狂炸哎、欸！你在跟团团杀团团，杀团团赚钱！哎呀，你赚钱！你赚钱！谁？一只老鹰！我的墙壁啦！这老鹰真难炸死啊！他们家有人吗？我觉得真的要设一个花钱把船恢复的系统，对不对？当初的提议很棒哦。水无法补起来，就没办法。对啊，有些都没办法。嗯，不然就花国王宝石补起来啊！好想再找国王宝石，要两个国王宝石补起来，有没有？好奢侈，这个是谁拿炸弹炸僵尸啦？炸我啦！好可怕啊！哦，陈强啊，陈强啊，有人想弄你的？哎，陈强爆！你去隔壁喊，应该是团团丢的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凶手！你喊大声一点，他应该听得到哦。嗯。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家也毁了、哦。你要钱吗？那个小雨在挖矿，小雨在他们家底下挖矿，需要叠。你们装备是 OK 的吗？我想说，如果 OK 的话就不用、啊、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前线的突然完了，再换就换炸弹的完了。哎、欸，前线的都 OK 了，而且他们的玻璃武器也没有也没有放啦，只是我没有去炸而已。嗯，那就找那个啊，找小雨玩、啊。卢米还在炸弹，团团团团，哎。要叠一下好了，炸弹魔人掉了，天梯，这什么啊？把陨月的爱人给杀了。哎，啊，这是团团什么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你说不知道？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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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亡攻击魔法玩家。好，不知道，感觉是什么 bug 之类的。不知道跳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我有那信息。死亡攻击魔法玩家哈，啊等吧。啊哎，团团呢？刚看到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有钱了，他摔死了，我又可以继续炸了。
哦，他刚刚叠上去是不是？我想说找都找不到他。我先不要跟我们跟我一起去找他们的小雨。我刚才下面玩过一波，下面三个人了。小雨就举着盾，其他人在打我这样子。嘣！他现在一直在他在抬头在偷看我。团团来了，团团来了，团团在破坏城墙，不对，他乱盖城墙。哇！他给你精神攻击啊！哎、欸欸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这边。啊！他掉，他掉！我帮你砍他，我帮你砍他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等下，有人找到你哦，你小心哦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！是我刚来的地方。啊！这给你，这给你。等一下啦，我刚刚是卡机掉，今天太认真，我附错魔了啦！哎、欸，小野别跑死，小野别跑死，没事没事，再不跑死了。我听着太认真，我为什么？又被我拿走，又被我拿走。你在哪里啊？你睡到哪里去了？大老鹰上，我看到了。那你、哦、我死了。阿纪，另外一边。啊，白星。哦，这个城墙哦，原来是讲这个、啊。讨厌呢。看看你的城墙到底。我觉得他打得很开心哎。好哟，泪流满面。啊呐。Hello，Hello， 啊，跟着反团一起去找前任啊！哈基直接杀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只可以放了吗？可以了，没人安全。放，别走开啦！那个应该是6000分啦，我们看要不要再去找小雨一波？走啊走啊！6000分吗？小雨从准备从船上下去了。